开始直播。不要动。不要动。呀，怎么是这样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晚上好。Baby have a good night， 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。对，外面下雨了，有点小，我们刚到然后发现有点小，救命啊，小雨。谢谢小不带的大神。Oh no， 别再叫这个。Oh no， 骑车还开直看直播。前辈好，你谢谢金哥哥的巧克力，晚上好呀，谢谢南湘北的大使、啊、我想起来了，我刚给你发一条微信的意思是我以为你今天晚上在播那个啊、还好，前辈不辛苦。谢谢东北略的大闪，谢谢你不会再挂科了的巧克力。前辈怎么会辛苦呢？前辈都就是供养了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南向北的纸飞机。谢谢故意的弹弓，鸭脖，救命啊！我取的这个 ID 怎么会这么精彩？谢谢子野的啾啾，哇，我头发真的好长，我平时做卷发，没有这么清晰的感受，我今天做直发。我这个腰这里就一直感受到我自己的头发在后面滑来滑去，你知道我天啊，我头发为什么？我觉得喜铁路的老阿姨很有特色，你就不用换了，你太有特色了，这个 ID。 谢谢子野的舅舅。南向北也挺好的，南向北，指南针。你的换个，那我不要，你的 ID， 我也不好把人家名字换掉。谢谢阿森纳的啾啾。哎呀，别一个个都要换，这好多人都挺有记忆点的，换的没记忆点了。谢谢 PH7 的旋转木马，谢谢旋转木马，转，好久不见吗？要是求吉利 ID， 你们就所有人都叫万事大吉。谢谢土拨鼠的大神，好运来吗？又是好运来吗？谢谢999的巧克力，谢谢两只老虎的啾啾。我不是就有好运加成吗？幸运 buff 吗？要不然你们以为平时就是你们来拜我，然后你们考试都过了，这好运都是哪里来的？倒也不必的。
谢谢陈阿姨的大闪，保佑你们放心，我这个房间波波业务是没有的，许愿池随时随地为大家开放。谢谢我全网唯一真妈粉的纸飞机，谢谢百代歌迷的放风筝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去公园放过风筝呢，当然也是没有放起来。对啊，回中心啦，不然我在哪儿？谢谢谜语的棒棒糖。对，就是许愿池功能随时随地为你们开放。是不是过两天就要高考了？快要高考了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怎么还在这里直播？不应该，不应该，我要去准备高考了。后面这个布嘛，这个布是我自己买的，应援毛巾在这边，在这儿。后面那个蓝色的是我们自己买的装饰。切到电影票，好吧。以为你要去来看我们公演的票呢，刚想帮你许许愿。谁们不会去吃夜宵了？好的好的，大家期待一下，在考场上，高考的考场上遇到我。对对对，好紧张哦，我就要高考了呢，怎么办？好紧张。拉票公演切到了吗？哦，厉害呀、啊！没票啊，怎么办？这次我们拉票公演是正常的，就是看运气切票的，对吧？没有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花钱那个，是吧？那代切是怎样？代切它为什么就比较厉害呢？它是网速比你们好，还是啥？啊，开挂啊！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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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哎呀，你们换了 ID 我不就……那谢谢，那我是念你原来 ID 还是念你现在？谢谢好运来的花下秋千，别叫好运来，多没特色啊。啊，你提醒我了，我第二针，谢谢你的花下秋千，我第二针还没有打，怎么办？但我不敢最近去打，因为我怕就是就他们说第二针好像反应会比较大，我怕打了跳不动舞，但是最近要准备拉票，不敢去打，我想等拉票完去打。谢谢 Kiss 的大婶，谢谢小黑黑的叶子粥，这个叶子粥的特效怎么还在啊？是最近要端午了吗？哎，不对，端午，哎，是吗？哦，广州的小伙伴最近要注意哦。哦，谢谢小十二的大闪。我拉票那天端午啊，啊，这样，谢谢，哈哈，我有酸奶喝啦，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记这些节日，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哇，好惊喜哦，我拉票那天居然是端午呢，谢谢这来的大神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一直都是工作日，我已经习惯这件事了，无所谓。有粽子吃吗？我可以给你们画一个粽子吃。现在就是没法，就是哪怕握手啊什么要给你们带东西，不能带吃的，大家懂的。但其实我第一针没有反应，你知道吗？
我第一针我第二天活蹦乱跳的，但是就这不是怕吗，就要准备。又要开始甜粽咸粽了。去年我和刘立谦为了争这个问题，大半夜我还带他跑去全家买粽子。谢谢小黑黑的巧克力，谢谢嗷嗷弟的花下秋千，谢谢你。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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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来！反正我都吃哎。谢谢 Future 的巧克力，我快选一个。哎，我就不选，我就要看你们打架。我这个人看热闹不嫌事大。香菜还有香菜的粽子。谢谢你在塞纳和48个漂亮老婆的纸飞机，谢谢南向北的大山。嗯，我就喜欢看热闹。打得越精彩越好。我在旁边帮你们那个挥那个大山。什么赛把架架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发现，就是我感觉我原来手上没有这一道，哎，看不见。哎，我要怎么用这只手？哎，不行，我原来手上没有，等一会儿，没有这，哎，没有这一道褶皱，不是褶皱，就是凹，看到吗？但我最近发现我有，就这一道。啊、哦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那天我突然张开手的时候，发现哇，我这儿有筋了哎，哦，哎，这样展示就可以，哎，我好笨啊，刚才，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这儿有筋了，哎，这样看好像不是很明显，邀请你们握手会来看吗？握手会看比较明显，就是，就感我之前感觉是那种，我不知道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还是什么，反正突然感觉多了两条筋，或者这个筋很好看，这个光线有点，哦，我看到没，一二，一条比较凸，哎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谢谢小袁同学的纸飞机。握手会看不到我摇花手，你可以摇花手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些人有些人没有，就好像有些人很瘦他也不一定会有，但有些人他不是特别瘦，但他就是你们知道人可能骨架就长得比较那个。谢谢浅浅宝贝的啾啾拉票。假发不会戴假发，和我的主题不是很搭。假发，怎么你们又开始讨论蓝色挑染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哦，我特别纠结我拉票，哎，算了，问你们，你们肯定也很纠结。特别纠结我拉票是卷发还是直发。我等我舞，等我开始排我的舞，我在想这件事儿。果然，我问了，肯定有直有卷，直直卷卷。板寸，我倒是最好有板寸，各一半，喂，呀，
站住，不许动。嗯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吓死我！谢谢世间温柔兼遗憾的啾啾，谢谢 Jeff 的搭讪。对这个光怎么办？哦哦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好？老天爷啊，救救我吧！哦，印堂发光是吗？是吉兆吗？借您吉言，那就借你吉言。呵呵，特别好笑。我刚才我们电梯上来，沈小爱，不是就大家挤在那个电梯里嘛，然后沈小爱在突然她在我对面，然后看了我一会儿，跟我说：“哇，你今天好好看。”然后我这样踢了她一下，笑死我了。谢谢比尔科洛夫斯基的纸飞机。我今天早上自己剪了一点我的头发，笑死我！因为我今天洗完头，发现我头发真的好枯，这两天没有护理，没空。然后实在看不下去那一撮枯的头发了，然后。谢谢机器七人的巧克力。越来越多啊，谢谢你。这个点还要上班，天哪，太辛苦了吧。谢谢眼镜的巧克力，谢谢金哥哥的玫瑰。表达亲昵，所以踢他一下。准确的说，我用膝盖撞他一下，以表示我们俩之间的亲昵关系。哦，那个。我们5号到14号之间有公演吗？提问，请解答。对吧？我头发真的发绿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没有，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可以安心准备拉票啦。不过没有排练，还要拍声写。好希望这一段时间内一件事儿都没有。对，我行程还没有更新。有发绿，它就是绿的。我现在看我自己就是绿的，好烦。头上带绿，是好兆头吗？真的吗？最好是好兆头吧。你们现在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跟我学？你们是不是学会了我？这一套就是，凡事先说吉祥话，是不是？就不管对方说什么，你们都先说吉祥话，把吉祥话说在前面。哦，有可能是灯光，是不是因为我这个灯光有点黄啊？眉毛才不是绿的。谢谢你鬼混回来啦的巧克力，去哪儿鬼混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谢谢我的真麻粉的玫瑰花。哦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安姨来给我修空调的时候，她一边在那擦，然后一边说：“哎呀，是因为我们陈宇姿的空调，我才好好擦。”然后啊，我当时啊，就是有一种。就那个丘比特之箭，啪，击中了我的心的感觉。然后就走的时候嘛，我就跟阿姨说我们下回见。然后她说天天见。
阿姨才不是中央空调，感觉阿姨还蛮喜欢我的，但也有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好好，我看看我那个手机有没有电，好想放 BGM。好的，没有。谢谢自欺欺人的玫瑰。我一会儿。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年拉票，我去年不是唱了一个歌，然后跳了两个舞嘛。然后最后不是只剩下一分多钟了吗？我今年特别担心我会没时间讲话，我在想要怎么办。谢谢101的啾啾，就是因为我又有想讲的东西，但是我的节目我也舍不得。哼，15分钟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，就我发现啊，就经验所，虽然也没啥太多经验，就是一边跳一边发言。谢谢101的玫瑰花，就是换衣服的时长会比你想象的久，因为我去年其实给自己最后留了是3-4分钟讲话，结果最后发现我只剩1分多钟了。节目加点倍速啊，还能这样子的吗？我只能说是要不就是就我在想跳短板，但是就是可能短板了我还是怕自己有点来不及，所以等我把节目都排出来之后，我要掐一遍表，然后可能还要做调整。是速度练出来了，但是就是你再快，你穿那些衣服的时间还是在那里。原创歌曲肯定要完整的呀，我砍什么都不可能砍我自己，砍我自己歌，就是说我后面还有东西嘛，所以就是又在纠结时长这个事儿。边唱边换衣服，你们想的都挺好。你们上来边唱边换衣服，我看看你们怎么换啊。不行，直接一套衣服就和我的主题不搭，你们知道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我会搞定的。给你们看一下掐秒王者是怎样的。衣服，哎，关键我的衣服还不能套娃，就是就好好穿得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搞定的。谢谢999的啾啾，谢谢天空的大山。会有合理失控这首歌吗？谢谢你鬼混回来了的玫瑰花。本来就是我室友说，要么让我把它拍，就是选一个节目拍出来，然后。但是我觉得放就是视频始终没有那个现场的效果好。谢谢阿森纳的玫瑰，今天没有等到我出街吗？哎，是不是我出街，我去出街的时候你们去吃饭？
去吃饭呀、啊。不过，吃饭更重要。会有助演吗？也许剧情需要的话，可能一小下。我目前想的，目前的构思是出现一小下，但是我还没想完整，所以说。就一切看我的剧情是怎么想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想的特别完整，所以还是要看我的剧情需不需要有助演。如果需要有助演的话，我的剧情就会，但是基本上是我一个人。谢谢白白的夜宵。哎不对，我在干嘛？我说了什么？被你们这个助演，笑死我了，给我笑红了。谢谢轻松熊的叶子粥，谢谢你的烧麦，谢谢自欺欺人的巧克力，笑晕了。谢谢四季如春的棒棒糖。谢谢 PH7 的棒棒糖。笑到昏倒，突然出现了夜宵。我是怎么想的？脑子有点，满脑子大概都是吃的。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噩耗，啊，不对，也不算噩耗，啊，也不对，还没确认，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好饿，好饿，吃饭，去吃饭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怎么又在吃麻辣烫？是不麻不辣烫吗？还是真的麻辣烫？什么？没有人吃不胖的。对啊，项链好好看。谢谢南向北的巧克力。大家都是吃的胖的。我没见过吃不胖的人。哦，对，没见过。谢谢南向北的奶茶，哦不对，好像也见过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晚上好，哦，搜，吃不胖，搜，吃不胖就吃不胖呗，哼，吃不胖就吃不胖呗，又怎样？谢谢南向北的棒棒糖。跟谁喊老公呢？在这儿一天天的。什么 MV 发了？哦，甜甜，甜甜前两天不也吃胖了吗？证明再瘦的人都会吃胖。哦哦，我封面的照片是吗？这套衣服发了吗？你们喊吧，随便喊，我已经平静了，我的内心心如止水。谢谢于心的弹弓。哦，不过今天你们在剧场喊那个昵称的时候，我真是没法心如止水。我这个内心戏跟我第一次听到波波那是一样一样的。我真的恨啊，我恨我自己在房间讲这个东西。
我果然我讲的时候我就在犹豫，我想说哇讲了他们不会就是播播不播了，然后又换了个梗吧，又换了个梗来恶心我，不会吧不会吧。但是我当时内心就是还怀着一丝对你们的，就觉得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，不会吧。我想说那还是要分享生活对不对，我还是讲吧。没有想到我高估你们了。没有想到，在我觉得就是波波这个梗已经就是是时候过去了的时候，我让这件事情变复杂了，救命啊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好绝望。然后所以我今天听到 call 的那一瞬间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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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滋滋啵啵，你当喜茶出新品呢，滋滋啵啵，无语。你别说还蛮好听的，听起来像是个会火的饮料的名字，就无语了，离谱。哎，格外顺口，哎，格外顺口，听起来像是一个能推广出去的饮料的名字的样子。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了？你们是怎么阅读理解出这一套东西的？我谢谢你们啊，把喜茶艾特进来抄作业。好窒息啊，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真的好窒息。我觉得我就是需要心肺复苏。我谢谢你们了。哦，我谢谢你们，你们还真不客气。都是不客气，都是不客气的主，还不用谢，哼，图给你们敲掉，棒，重拳出击，棒棒棒。浪菜啊，浪菜，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，这两天他让我播我也不会答应的，我再怎么样等到14号之后。怎么你们给直播找到了一个谐音是吗？哎，那你们放心，我普通话好，我是不会把它念错的。直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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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们让我念100遍，我都不可能念错。哼，我就要立 flag。救命！我是傻吗？我是这个。
是我傻还是你傻？那肯定不是我傻。怎么还有人改名的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你礼貌吗？啊？啊？你给我站出来！谢谢。谢谢这位网友的救救。谢谢，谢谢这位网友的啾啾。嗯，这位网友，我呢有一点间歇性的文盲，巧了，你的 ID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怎么办呢？谢谢这位网友的弹弓。就我文盲这件事情，间歇性文盲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治好。谢谢自欺欺人的破蛾子。悄悄的今晚相遇这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。对对对对，感谢热心网友，感谢热心网友。好的好的，要睡的人赶紧去睡啊。您的 ID 我都看不懂，怎么会读就是有喜不喜欢这件事呢，对不对？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，我对我自己不认识某一些字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愧疚，觉得真是天大的不幸。上海话直播怎么说？什么？哎，什么？我也不确定。直播上海话，不知道。不要考我语言。哦，什么？对的，对的吧？那我刚才说的什么？谢谢张灿宇的大闪。悄悄的亲吻相遇这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。悄悄的来到隐秘之地，谢谢小黑黑的大神。悄悄的来到隐秘之地，后面这歌词是什么？悄悄的亲吻相遇这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，悄悄的来到隐秘之地。接下来做什么事情？哦，哦，王子杰知道了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夜宵吃。怎么了？我就直播直呼打，哎哎，就是玩儿。毕竟我可是十二期大前辈。赶紧都来叫前辈。今天我在后台跟刘健说，我说哇，这个游戏能不能一直玩啊？我想一直玩这个游戏，每一次公演都玩这个游戏，太好玩了。他怎么还有空看我直播哟？他跟我说你在做梦。去吧去吧，我也快结束了，
我们再播5分钟。5 minutes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今天本来还想在后台跟他说，要他跳糖。我不想想想，我要。对不起，金钟友善口记者，那人就是陈宇姿。那个画面你们敢想象吗？我是不敢。什么什么啊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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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能点歌吗？但我现在没有伴奏，你点了我，说不定给你清唱好两句。成为一圈圈圈圈圈。双生花是怎么唱的？双生花是怎么唱的？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这是什么歌？哦哦，那一段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吧，就差一点点也不会唱。你们看，我一直不开展点歌这个业务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唱的歌真的太少。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。好了，不记得了。不可能，等不到的，等不到这一天，就差一点点。我知道一句什么什么，就差一点点。好了，不会唱，真不会唱。听过的歌太少 ，Lost。让我大半夜在这儿。Lost， 我等过段时间我会再唱的，我还没唱快乐，过一段时间我要再唱。哦，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吗？没了。说好的一句啊，绝不多半句，再多半句都不会。我真的记歌词，你们知道吗？上一次唱 Lost， 本来就是我们是想要提词器的，然后连我们对彩排的时候，他都是给了我们提词器的，然后上场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啊，没有，然后我就在那边面目狰狞的硬背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内心。因为我本来就还好，本来就背过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是怕，因为怕上台的时候就是脑子里想法比较多，你知道，有时候就是万一卡住了怎么办？就有提词器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可台说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妈妈。再见了，爸爸。我学习成绩怎么样？没你好。好的好的，撤吧撤吧，我也差不多了。谢谢小白白的棒棒糖。
控台是新来的吗？哦，不知道哎。对，我也准备撤啦。谢谢眼镜的巧克力，我要去搞一会儿拉票的东西。大家再见，五号见。五号见呢 ？Five。哇，这我这手要是五指山，直接就。哎，谢谢阿冷的巧克力，拜拜拜拜，大家早点睡觉吧，晚安哦。很晚了，真的该睡觉了，朋友们 ，Everybody， put your hands up， 说是该睡觉了。嗨起来，好了好了，睡觉了，真的睡觉了。吃了吗？吃了中饭，饭睡觉吧，真的睡觉，晚安。我去弄一会儿，我也睡觉了，好吧，拜拜。